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鞋底，我现在是在摩西，我距离这个乞力马扎罗非常近，大概就个30-40公里的样子，特别近，我就在这个山脚下嘛，看见没有？这边是乞力马扎罗公园嘛，你看好这个位置，你们想一下海拔多少？看没有？乞力马扎罗省摩西海拔呢？840，840啊。那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乞力马扎罗的这个最高峰海拔多少吗？将近5900啊，意思就是我要从840的地方开始，等等等等等等等爬上去，爬到5900的位置。我的妈耶！早上好冷的，但是我昨天晚上住的这个房间，方向应该不对。怎么都没有看到乞力马扎罗，再加上现在又有云，住着还蛮舒服的，什么都很干净，将近200块钱。啊，我现在收拾一下，准备呢去吃一个早餐，因为现在是9点钟了嘛，过一会儿10点钟，我的向导 Noro 就会过来接我，说带我出去溜达一圈，就把口罩戴上就行了。这个酒店真的好高呀，6、7层。哎呀，我弄死，爬到了顶上了。Hi，morning。哎，等一下啊。哦，看一下有什么。东家西。哎，等一下，等一下，看一下。今天你啥安排？工作啊？对，我们待会儿要出去搞活动。搞个什么活动啊？在拍吗？录着玩。乞力马扎罗呢？山呢？就在那边，那个云里头啊？对，云里头。哎呦！要晴的时候才看见。这样子一看是个山脉啊，其实这个云全挡完了啊。对啊，尤其是它那个顶部。对，我们这里海拔我刚查的840，乞力马扎罗的山顶呢是五千九，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没有，当时我也很懵。对，好，行，我先去拿东西。好，你们在这做什么活动？你是做什么的？不是跟你说了吗？昨天。那个瓷砖是吧？对。哦，好，他这儿的早餐很一般。东西不是很多，这边早餐本来就没有特别那种。对啊，没什么特色啊。对，你要那种当地餐的话，肯定这种地方一般还是会相对来说贵点。我看他这个饼子，你是在这边待了多久啊？坦桑待了半个月。半个月。你在这工作多久了？8个月。8个月。对。可以。这附近哪有什么好玩的？除了这个山，我也是刚刚才来。对，有一个那个瀑布啥的，好不好玩？是很好玩，反正你就步行过去，然后看一下瀑布，然后回来，然后他又体验那个制作那个当地咖啡的那个东西。哦，有那种活动是吧？对，相当于是有点点那种当地文化吧。哈，昨天我去了，其实多少钱一个人？我啊，嗯，就算向导的话是50美元，然后那个。体验那个咖啡，那个还有去瀑布那边，还有吃的，就是我们有在那里吃饭，是50000先令。50000先令，那意思就是车接车送是吧？还有个向导是吧？对，我觉得应该可以砍价，只不过昨天他突然就冒出来，因为我有个客户，然后他认识那个人嘛，然后就突然冒出来就。等我下山了，下山以后要下山，我估计我也先在这儿住上一天。你那向导应该也可以做那个，我觉得。肯定的，到时候我让他安排一下。我感觉你那个向导还挺友好的。那向导有微信啊？有微信啊？连微信都有。哦，那看来他应该接了很多中国人。对啊。我昨天遇到那个没有。他的话，我们那个向导就是专门带人上山的，他正儿八经的向导。啊。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有的时候你遇见一些黑人，他给你联系方式，最后他其实他是个黄牛，或者是我看到你的有一个那个视频有一个就是那个尴尬那个，对吧？那个就是被是真的是假的吗？那个人哪个？你有一个视频不是
个人假装是那个。对呀、啊。哎，好尴尬呀、啊！他当以为是，我还以为他怎么发现的？他说他是老板，就我这一想越想越不对，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工作人员，我说这是你 boss 吗？他说不是，好尴尬。很喜欢吹也是，嗯，对他们习惯性的，知道吧？这个饼子就泡个牛奶还行。我的吃啊，对啊，哎呀，他这个我最后才发现这不是牛肉，这是牛肝嘛？对。对，这玩意儿算了。我吃了，对啊，我就吃点这个果酱。你不喜欢干、啊？我不喜欢。嗯，就这样吃就行了。现在呢是9:30，这里呢已经到了十几二十个人了。过一会儿呢，我估计这边都要坐满。现在服务员正在摆桌子、摆凳子，我就先走了。那个小哥他们是做这个陶瓷生意的，哎，我先下去啊。你要下去吗？啊，对对对，下去了。我看到那边他在给你们摆桌子。对，啊、嗯。等到忙完了，下午联系。我过会儿我那个向导过来接我，出去溜达溜达。你出去溜达多久？估计半天吧，然后吃个中午饭，我下午回来。我这个一般1点过后就结束是吧？到时候我们微信联系。我可以下午就是稍微聊一下。好好好，行，好，行你先忙，好。行，哎呀，走，好了，先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OK， 就这个 15。我现在把剩下的钱给他，昨天给了300，现在再给他给1450 ，OK。Yes。要change。50, yes. Yeah, I will give my 50. Now I don't have 50, I will give you later. Okay, okay, okay. Yeah. No problem. And you take picture? Take picture. Okay. For the permit. Okay, okay. Oh, permit. Yeah, for the permit. Okay. 因为他要拍个照，申请那个登山许可证。乞力马扎罗的话是需要办这个登山许可的。这卖的这些水果蔬菜都挺好的，你看一下 ，No thanks 这个小城市可以啊，昨天晚上黑不隆咚的过来的，啥玩意没看见。今天呢，他带我转了一转，你看，在那还新建高层呢，看到没有？So beautiful small town。Yeah， 我们现在是一块走路去见我们的。其他队员知道吧 ？OK OK。因为呢，我们明天出发嘛，先见一见大家。因为呢，这个队伍只有我一个游客，其他的都是工作人员。这里应该就算是摩西的正儿八经的市中心了，银行呀，还有一些商场呀，都在这边。这个摩西还算是蛮干净的。Oh, here is the center of Moshi. Oh, center of Moshi. City center. Center of Moshi. Oh, yeah. 那跟我猜的一样的。这还蛮干净的，你别看有点小垃圾啊，至少说是还像个样。在非洲其他国家呢，不能要求太高，不能哪哪都跟卢旺达比，知道吧？有这个就不错了，至少说是我还看到一些清洁工人清洁一下马路呢，是吧？这城市感觉还不错。我们现在来逛一下他们这边本地人菜市场，卖点东西的，啥都有。蔬菜种类也不是很多，他们一般也不怎么吃多少种蔬菜，就这些东西。嗯，哇，这个市场蛮大的。那边还有呢。哎，哦，想起来了，他们非常喜欢吃姜，看见没有？姜很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非洲茶就是姜茶，因为冷的时候他们就喝这个茶叶，还有姜粉、牛奶煮的非洲茶。哇，这个。好臭啊，这个臭鱼烂虾的味道，这不是鲶鱼吗？
这个鱼市场真的是闻得头都疼。你们有见识的知道这是啥吗？这是非洲的一个香料啊，香料市场上的。这是大蒜、姜，我刚说了，他们很喜欢吃姜。你看，一半佐料都尼玛是姜，看吧。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他的哥哥，他呢31 Yeah, yeah, I'm brother, big brother, 我是最大的。他哥哥在这开了一个香料店。那是姜皮、桂皮，这是黑胡椒，这是茴香。我看一下这非洲他们这边人，这是啥东西？这个我也不认识啊，叫白什么是不是？不敢确定，不认识。这个我也不太熟，但是他们真的好喜欢吃姜的。你看这后边全是姜，他们就是最大的佐料就是这个姜，金甲，这个我认识，非洲人全靠这个活着的。拜拜 brother, yeah, good business, okay, make money, make more money. 走了，这是他哥，他给他哥讲，他给他哥说，明天要上山嘛，跟他哥聊一聊，因为他一走跟我一样都是6天，知道吗？我们来喝一个本地人喝的咖啡，哦，很有意思，直接按壶上的。这是一个菜市场旁边的咖啡馆，当地人就在这儿聊聊天，喝喝咖啡。OK, 试一下味道怎么样。哇，喂 ,nice, 非常纯正的，这是这种炭烧咖啡，有点像这个埃塞俄比亚咖啡那种感觉。 Very, very like Ethiopia Ethiopia coffee, it's very like, yeah, like thisIn Serbia, 跟这个埃塞俄比亚咖啡几乎是一个味儿，都是这种炭烧的，挺好的。哎呀，这地方的生活起来蛮悠哉的啊，像这的人，你看，感觉没有哪个是走路快的，你看吗？大街上移动的都比我慢多了，走路。Oh, how are you? Hey.Tomorrow we are together climbing Kilimanjaro. Yeah. Oh, you are a cook. Yea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啊，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厨师的店。厨师在一个商场，这边是他们一个农贸市场，这里开了一家店。他明天呢陪我们一块儿上山，他负责做饭，很有意思啊，这感觉都是草台班子呀。露露带我来他们当地的一家餐厅吃个饭，这属于他们本地人吃饭的地儿，可以啊，还带台球桌呢。 OK, It's here. 他们非洲人非常喜欢踢足球，啥时候感觉电视上都在放足球。Yes. You like football? Yes. Yes, I like football. You can? Yeah. Today there is, yes, I was goalkeeper. Ah. And today there is big match here in Tanzania. Two big team playing here in Tanzania today. Oh. Simba Sport Club and Young Sport Club. Oh, 他说有两个类似于比较大的这个足球队。Oh, football club. So, big football. Big team here in Tanzania. Oh.他说他们坦桑尼亚有两个比较牛批一点的这个足球队俱乐部。Which one? Simba. Another one? Young. Huh? Young African. We call it Young. Oh, Young Africa. Yeah. 一个是辛巴狮子王，一个是年轻非洲。You know the meaning of Simba?
Hey, I know Simba. Simba is lion. A lion. Yeah, Simba. Okay, menu. So here. Huh? Do you want to eat chips with chicken or rice or? Okay, I want a chicken with rice. Chicken with rice. Chicken with ric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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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是鸡腿儿，还有小菜，还有米饭，还有一碗酱。What's this? Chips with egg. Oh, chips with egg. 哦，这鸡蛋加上一些起司。哦，不，加上一些这个薯条。哦 ，OK. That's it. 我先尝一下这个米怎么样，因为这个米饭真的是很难做的。他们这个米哦，跟我们中国米好像啊。This rice taste very like Chinese taste, very like yes. 因为有些国家的米饭。这不像是米饭的，不好吃。它这个米饭真的跟我们中国米饭一模一样。这光吃米饭都挺香的。这个应该是坦桑尼亚的米，我觉得，因为坦桑尼亚它有水稻的。再尝一下这个鸡腿，这不就是国内的鸡腿饭吗？这个油炸鸡腿也可以，太棒了，是，是，我看一下它这个酱料，这样抹上是吧？这家店我看我还能再来第二顿。可以。比昨天晚上那个烤肉强，烤肉刚开始吃可以，吃到最后我就腮帮子疼，换着脚，哇，好累的。好了，这个视频呢到这儿结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下午呢我们就分开，他呢去忙工作，就前期准备，我呢回酒店休息，刚好跟那个。早上就是昨天认识的那个小哥，中国小哥，他们估计开那个什么开会开完了，我们下午聊聊天，我跟人家学习一下如何做贸易，我也特别个打老板。